Hello， 大家好，我系 Master Mike。咁近日咧呢个国民教育事件咧，咁相信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咁我自己都一样，一路都有 follow 成件事嘅消息。咁啊，我首先喺度要同大家讲一声抱歉啦，因为近日自己比较忙，有啲演出同埋赶制紧自己嘅个人专辑嘅关系咧，咁所以有啲活动我未能够亲身去到现场咧去支持嘅。咁首先喺度再次同大家道歉嘅。咁但系咧今晚咧呢个时候咧，我。當我完成曬手頭上自己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我盡快完成啦。咁當然而家我即跟住我即刻就寫咗呢一隻歌呢段 rap， 希望可以為所有仲絕食緊嘅朋友啦，又或者係抗爭緊嘅朋友，為呢件事奔波勞碌嘅朋友啦，希望為你哋打打氣，亦都係作為對你哋一個嘅支持同埋一個嘅 support 嘅。咁啊，但係真係因為時間已經係去到即差唔多，即凌晨差唔多五點嘅時候咧，咁我真係。未必能夠可以錄製一隻歌俾大家，咁所以咧我就錄咗呢一個嘅 video live version， 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咁如果大家都真係中意呢只歌嘅話，我先再將佢錄成一隻即一隻歌咁 MP3 等送俾大家啦，係咯就係咁樣送俾大家呢段 rap。Justice is what I rap for. It's your boy, Master Mike. 學校是強制洗腦集中營，學生只要服從不需要聰明，學生見到國旗就要感到光榮，你培育緊社會精英丁紅衛兵，幾時教育制度是強制洗腦，一班妖魔當道硬燒愛國情操，我哋升國升普，我聽到你大大聲的愛國稱號是用來掩飾逼人愛黨的企圖，同學們不要出賣自己的腦，你們是香港的未來瑰寶，拒絕洗腦，拒絕思想被施暴，為應該擁有的獨立自主思考而自豪，有個官為試圖用洗腦自暴，搖尾黑共示好，我看到你醜惡意圖，愛國的義務留返給你做，國民教育的噩耗明顯是 CY 的政治任務，不刻意胡紅玉你們有什麼居心，不理你分三年定三十年推行，誰推行國民教育，誰是罪人，你為香港製造國際醜聞，我們犧牲健康來抗爭，要我們接受國民教育科好簡單，當六四被平反，劉曉波被放監，艾薇薇不再是政治犯，官商不再狼狽為奸，國民教育科我第一個撐，我身穿黑衫戴黑絲帶，反對和諧，反對盲目政治崇拜，國民身份不用用洗腦去了解，你要我做乖乖大大聲嗌個黨最偉大，令人費解的愛國情懷，世界咁大，今日我大開眼界，原來愛國是要靠吹虛自大，國力越強大，國家越需要虛偽的擁戴，我是中國人，我知我國民身份，如果國民教育科學生考不到滿分，難道他不是中國人，梁振英的狼子野心一上任赤化香港是他的用心，你說你要學生愛國定愛黨，你真實的意圖你敢不敢說，如果學生答他是愛國不愛黨，那你答我老師還應不應該讓他說，我不上這一課，我爸上這一課，你逼我上國民教育課，你逼不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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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在這裡再一次澄清啦，我 Master Mike， 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是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 我是絕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的身份，我更加認同是所有的中國人必須絕對應該要去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但我想問一件事，國家和政黨並不是一件事來的，現在這個國民教育科最大的問題就是除了什麼不諮詢那些我都覺得還是其次，最重點是他差不多要我們去吹捧一個政權，去一個政吹捧一個政黨，而不是真的真真正正地要我們去了解了中國，很煽動大家的情感，很煽動大家的情緒，一個真正的教育，一個真正的學科是應該屬於中立而不偏頗，而不是一個洗腦式要大家我要愛這件事，我就很想問，如果我真的不愛黨是不是代表我不愛國呢？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絕對不代表我不是一個中國人，我自己都在內地讀書，也在內地讀過大學，我完全明白到這種的所謂國民教育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更加值得大家去重視香港的自由，香港
的自主独立思考是绝对需要我们去争取的。大家好，我是 Master Mike， Justice is what I rap for。 Big shout out to 所有的团体去反对紧抗争紧这个文化，特别是 Big shout out to 学文思潮，你们的年纪的轻轻已经是敢勇于去站出来为自己的目标去奋斗，这件事我是非常佩服的。今天这条片去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如果刚才因为我的声音有点不舒服的，其实如果我唱到什么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Big shout out to everybody. Peace。地下上不到大场面，来自地下的永远只可以站墙边。相信我，我想知我和你究竟有什么分别。